가시는 봐. 뭔데? 罗布将军，从罗布将军，罗布将军从罗布将军开始，就一直在保护着珠峰的火种灯。对，在今天之前，他有三次登顶珠峰的记录，马上就会实现第四次了。而且是连续的，从05年到07年到今年的08年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 按照预定的计划呢，要有两个人配合才能够从这个珠峰火种中引燃明火点燃火炬。罗布战队摘到了手套。好，他们准备操作开始了。珠峰火种灯现在从保护罩当中已经拿出来了。这里的圣火来自奥林匹亚。 别说了，萤火棒，萤火棒，对的，对的，红色的铅笔状的就是萤火棒，它有特殊的燃料制成，马上就可以大家看到来自神圣奥林匹亚的圣火。我们战队，是2008。 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中国登山队队员，来自西藏登山队西藏登山学校。点燃圣火的是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罗布战队。他已经登顶珠峰三次，好，火点着了。这一颗奥运圣火在世界级巅被点燃了。马上他要用萤火棒。